千万别开错门，千万别开错门，什么玩意儿呀？跟我来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有1号门，这是1呀，这边呢有2号门，然后嘞，然后呢我们一个人需要蒙上眼睛。 另外一个人呢，就要来选择进入哪一扇门了。如果你选择了1号门，我摘下眼罩之后也进入了1号门，那么我就输了。哦，那就要接受惩罚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输的人要接受惩罚。那如果你进入了2号门呢？我选择了不同的门的话，就有奖励等着我了。哇，好刺激，好刺激！赶紧开始，那就 Let's go。第1轮开始。好，你开始去藏吧。 2号，我跑去了2号房。他现在在我背后，我要开始倒计时了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哒哒！好了，现在开始要去找小林了。走，他刚开始呢就是走向了这里。 然后呢，我说他走向了2号房之后，哎，就夸绕到了我的背后，之后我就听不到声音了。他到底是在1号房呢，还是在2号房呢？我觉得他应该在1号房，再去看一下。吓死我了！ 我搞错规则了。对，你选择这个房间你就输了，要接受惩罚。我刚刚在偷笑。惩罚球，这是月儿呢会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呢？来，大声读出来。这是什么啊？哦，大风吹道具，哈哈哈哈！开始啦！大风吹，好了，现在呢，终于轮到我来藏了。10、9，哎，等一下，你太快了，我要思考一下。1号，2号，好了，我要倒数了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 我听到声音了哎！我知道他一定在1号房间，所以我要去2号。2号 ，Go！ 才怪，我要去1号房间，因为他在2号。Yes！ 因为他刚刚把一个东西搞掉了，我听见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嗨，1号房间没有人吧？哟。 可是我刚刚听到你把那边房间东西弄掉了。我没有啊，我从这里捡了根笔扔到那边去了。耶！你居然作战成功了。你知道告诉大家一个4字成语，声东击西。好吧，你好聪明，我真的以为没人。好，那我现在要选择惩罚球了，对不对？不要太恐怖了，这会是什么呢？这会是什么呢？啊？哎，木椅子，这个是什么？ 爸爸，准备好椅子了，坐下吧。等一下，好，不要动了啊！我现在呢要维持你的大腿肌肉了。3、2、1，这就坐太紧了啦。维持30秒。好了，倒计时。我来看一下时间，30秒啊。哇，快点！还有20秒，还有20秒。但是你都没有在数啊。还有10秒，10秒了。10、9、8， 挑战失败！腿好酸啊，要加强运动啊。所以小风铃妹也要多多做这个哦，加油！我倒计时了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。 其实他的脚步猪一直在2号房门前面这，所以它应该是在2号，所以我们要选1号房，不能再去错了，要选择不同的房间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去1号房。 好了，现在呢还没有看到人，我们来看一下他有没有躲起来。耶！我选对了！耶！好了，我现在是要拿奖励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的奖励是什么呢？小林，请出来吧！爸爸！好吧，就奖励你一个好的。OLOL！ 哇，奖励！ 哇！那我们现在马上打开看一下，里面是不是限量款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哒哒，好可爱呀！哇！我好喜欢这个呀！10、9、8、7，我先去2号。6、5、4，又是这一刀。3、2、1， 哈哈哈！这一次我绝对听到了，我竖起耳朵听到了，我觉得他一定在2号房间，所以我要去1号。1号房间，所以我要去2号。我这个人的爱好非常明确，所以你是吃货人设已经坐定了，是吗？哇！我要变公主了 ！No！ 漂亮的衣服我也喜欢，谢谢。我变身了！大家，我的公主服好漂亮啊！哇，我要变身了！哦，真的！哇，好漂亮的公主裙！我好喜欢我的礼物公主裙。 哇！接着下一轮，哇！现在呢就是最后一轮了，所以我要好好加油。准备好了吗 ？Go！ 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，因为它就是，我觉得它最后呢，就是我在数1的时候，它其实是在1号房的门口有留下声音的，但是后来呢，就完全没有声音出现了，所以我觉得它应该在1号房，所以我要去2号房。哒哒！耶，它在1号房，我对了！耶耶，哟呼！哇！ 而已啊，是一个鲨鱼棒棒糖和一个碰碰狐的棒棒糖，恭喜你啊 ！OK， 看在你们那么可爱的份上，我来咬一口试试。巧克力，不过还是很好的，好吃。你要吃吗？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吃！你给我过来，开始。 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享受歌，准备好了吗？十，再得瑟，9、8、7，怎么这么安静？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哦，好安静啊！他什么时候练了轻功？ 走路这么轻，天哪！这次真的是盲猜，因为完全没有听到脚步声。OK， 那我来分析一下，他刚刚藏在这边，然后呢有一次藏在这边，我选他藏在1号房间，所以我要去2号。2号，我是特别害怕别人藏在门后。 不会藏在柜子里吧？啊！哦，不在，不在说自己吓自己。嘿，那我赢了，出来啦！2号房这里有一个窗户，朋友们，他好像在那里，他来到3号房间。 宝宝，就是他了！我最后一个要哇哈！我是一个毛绒玩具，我已经看到了我的独角兽娃娃，请给我吧！哇，好大，可以抱着睡觉了。大家看，我今天拿到的是一个超级大的独角兽娃娃，还有一个公主裙。我不管，我要回家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！我不说什么，拜拜。 点赞，千万别开错门！点赞，订阅一定要记得。走了，拜拜，不玩了。耶！月儿，你去哪儿？快回家。小林英语 APP 8月16号正式上线啦！8月16号到9月6号还有买1送1优惠活动哦！成为 VIP 会员，并且在小林英语 APP 下面留言的话，我们会通过抽奖送出超级丰富的精美礼物哦！哇，有什么呢？ 1等奖送出毛绒娃娃套装4款和林可家族特别问候视频以及亲笔签名照；2等奖送出小林公主书包套装；3等奖送出绘画套装；4等奖送出价值68元小林英语1个月付费会员券；5等奖送出小林玩具20元商城代金券。9月6号之前一定要抓住机会哦！安卓系统现已全面上线，赶快开启小林英语之旅吧！苹果系统即将更新，敬请期待，更新时间会另行通知哟。超值活动详情请参照小林英语 APP。